三步实现视频高级莫兰迪绿调色。莫兰迪绿的调色特点可以简单归纳为三个字：暗、灰、绿。其中黄绿色是调色重点，一定要大力减饱和，降低明亮度，才会有电影感的高级绿。第一步，调节画面白平衡，降高光，提阴影，蒙版选定人物，压暗人物之外，画面突出如体。第二步，添加色轮工具，亮度控制在75到90之间，阴影控制在10左右。颜色曲线拉 S 曲线，增加画面对比度。这里注意暗部曲线稍微向上提一点，使画面阴影有一些灰的感觉。重点部分添加色相饱和度工具，黄色色相加一点绿色，绿色色相加一点黄色，同时拉低黄色和绿色两个颜色的饱和度，就可以得到一种很高级的莫兰迪绿。添加色轮工具，整体画面高光加蓝，阴影加红黄，画面形成冷暖对比，同时降低一点整体画面的饱和度。第三步，对整体画面局部光影微调，对收光面加一点红黄，阴影过暗位置稍稍提亮，增加画面氛围感，效果就出来了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成片吧。